你就说的这家，对，这家饭是挺好吃的。老板，来两碗牛肉泡面的饭。老板，结账。来了来了，你这边一个消费56块钱。看什么看呢？结账。林哥，你看那边，那男的对他老婆那么凶，一看就是家暴男。哎，不对啊，你怎么给我扫166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不好意思，我可能刚刚扫错了。走。等等，你还没找钱的吧？我不要了。你觉得你还能走得了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怎么给我扫了166啊？166减56，刚好是110。110，三长三短三长，这不是求救信号吗？走，我带你去吃免费的饭。